好，我们来讨论呢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温方程啊，它的那个 source 的部分哈，是这种形式的话，那其中这个 alpha 哈，不等于呢这个其次解的特征根的话，那么它的特解的一般形式呢，应该是多少？好，啊，我们呢，如果不晓得它的一般形式的话哈，我们可以这样做了，把它给积分。y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一的 rt 就带公式哦，或者是一的呢负的哈 r 一减 r 二哈 t 哦，那，啊，这个是一的呢，负 r 二哈 t， 那，啊，再把它乘进去啊 ，t 的 m 一的 alpha t。RDT 哦，啊，这是让乘出来的话就全部的解，那因为我们要求特解，所以积分常数呢都把它省略，啊，现在哈，哦，阿华呢不等于 R2 也不等于 R1 嘛，所以的话这个哈，哦，积分的话哈，哦，最后一定是这种形式，一的多少呢？这是阿华减掉 R2 的 TDT 啊。好，那你把它积分的话，哦，就常数不看的话，哦，那你用分布积分嘛，你用分布积分的话，哦，它积出来一定是这种形式，哦，一定是 A，哦，前面一个常数，哦，啊 T 的呢，哦，因为我是积这个啊为这个，哦，那你的话呢，哦，积这个，所以的话就是 M 一的哈，哦，这是 R 啊减掉 R2 呢T， 哦，啊，那个再来的话，哦，减掉那个分布积分的话，因为你这已经微分一次了，所以那个的话一定是某一个常数哈，哦，R T 的呢负 M， M 乘一啊，哦 M 乘一，哦，因为你这个已经微分了嘛，就是 M 乘一哈，哦，R 一的呢 R 啊减掉 R 二的 T D T。然后就继续再算，所以你发现的话哈，你把它积分积出来的话哈，一定是这种形式，哦 ，A T M 一的哈，这叫 K 好了，哦，或者是 alpha 减 R 二的 T， 好，哦，啊，第二项的话哈，一定是 T 的呢 ，M 减一次化，也就是说，你弄出来的话哈，一定是这种形式 ，A Tn 次方加 b t n 乘一嘛，一直加到那个 c 好了哈 ，t 的多少呢？一次方再加那个 d 这样子，啊这样子以后哈，那积出来是这个样子嘛，然后你再来哈，再来的话哈，再跟它积分，这个乘以这个，这个一乘以这个的话哈，你这个 r 2的话就没有了。也就是你弄到这里的话，就变成是一的多少哈 ？R2T 跟 R2T 消掉，就变成一的多少 ？Alpha 减掉 R1 啊 ，R1 的 T， 那乘以呢这几项，哦，点点点，好，那你再积一次分，再积一次分以后哈，你要发现的话哈，用分布积分再积一次。然后你每一项都积分的话，这又变成了变成是一的呢 ，alpha 减掉 r 一呢 t， 然后再 a prime t 的 m 加 b t m 减一，我不让我常数换掉了，但是这种的话还是 t 的 m 次方 t 的 m 减一点点点，然后你积出来以后再跟它相乘，跟它相乘了 r 一的部分就消掉了。所以呢，最后哈，最后它会变成啥呢？变成这种形式，一的多少呢 ？R 一 T 跟 R 一 D 消掉，就变成 Alpha T， 然后就知道这是 A T 的 m 次方加 B T 的，我现在是 double prime 了，哦，反正这系数是待定的，哦，这 m 呢减一嘛，点点点这样子，哦。
好，啊再加那个加 CT 加 D 这样子。好，啊、所以的话哈，它的那个什么呢？它的那个一般形式就这个了，特解的一般形式就这个。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了，就是说，如果微分方程的话哈，它 source 部分，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哈，你如果是三次、四次、五次的话，你要一直积分了，积到最后一定都是这种形式。所以它的一般形式哈，特解的一般形式哈，就是这个。好 ，y 的话，就这种形式了 ，e 的 alpha t， 然后这个。那个多项式部分是从最高次 m 次方开始，啊 t m 叫 a 加上 b 啊，或者这样写比较好了，就是 a m 哈 t 的 m 次方加上 a m 减一 t 的呢 m 减一，啊加等等等加上 a 一。t 一次方，再加上 a 点，哦，这个的话哈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形式了，哦，然后的话，你具体的题目的话，你就把再把它带回去，带回去的话，把这个带电系数把它给找出来，那这样特解就找出来了。